吃素。今天是初一，记得受八关斋戒哦。还有今天是初一，记得去慈悲哦。啊，所以早上站热传八关斋戒，那晚上啊要来做慈悲的药供啊。大家看到前面的药是菩萨们寄过来的，啊，弟弟病好转啦，有感应的，又寄了一大包的药给湛乐啊。那所以你看，他布施的药那么大包，要给十方法界众生的，啊，还有两张，一个是往生者的蔡无因愿往生净土，一个是病苦者的，啊，湛乐手上拿的。太明华病除消除，这三大包都是地藏菩萨们信众寄过来的。后面啊，这些药是我们法会啊，树林法会大家护持的药供啊，药供桌啊啊，所以今天因缘成熟啊啊，大家看到湛乐川江都知道外面很冷又起风啊，药包帮助生病的人啊，虽然冷，但是内心是温暖的，是慈悲的，所以诸佛菩萨加持，向大家一起来做下供哦。供啊供，供啊供，供啊供，那样烫，那样烫，那样烫。供啊供，供啊供，供啊供，大家一起来不要哦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菩萨一起来投药包哦，啊，现在要来布施药喽。这些药都有供养过三宝了哦，诸佛菩萨加持，药师佛加持，十二药叉大将加持，智光菩萨、月光菩萨加持，变成法药，来帮助一切生病的人、得癌症的人、没有福报的人、受苦的人，一起来帮忙哦！大家一起来投药哦，我代表你们哦，一起来投药，供啊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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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哦，那我赢喽！然后，然后，大家病苦消除，大家不用开刀了，大家没有癌症指数了，大家明天就出院了，明天就上班了，可以讲话了。可以下床了，不用气切了，可以上厕所了，可以上厕所了哦，不用请看护了，自己可以自理了，大家一起来帮助众生，愿嗡嘛吽药师佛蓝光加持，嗡嘛吽嗡嘛吽。色哦，波皮哦。佛法就是那么简单，因果的道理，不施药你就不生病啊，啊，拿钱帮助众生，那你就发财啊。就那么简单的道理，所以大家多慈悲啊，多去利益众生啊，众生太苦啦，嗡啊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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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音好大喽！到医院，大家病苦消除啊，到了急诊室，不用开刀啦，马上就回家啦。到了安宁病房啊，这些临命中的众生没有痛苦啦。安然的往生啊，药师佛加持往生上去，嗡嘛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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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到了地狱啦！啊，药师佛的药师咒水到了地狱，热闹化清凉，嗡嘛呼。到了恶鬼城啊，所有恶鬼悉皆饱满，嗡嘛呼，嗡嘛呼，嗡嘛呼。
嗡啊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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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啊吽。大包的哦，哇，这还大包都没办法了呀。这个是给十方法界众生的啊，义工菩萨们发心的。嗡啊吽。滋润众生，那念着咒语，雨滴变成甘露啦。念着开眼口真言，嗡布布滴滴切多利丹达耶多，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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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布滴滴切多利丹达耶多耶。念着甘露水真言，水变成圣水，变成法水，变成八功德水。变成大悲咒水，那恶鬼道的众生就可以喝啦，啊，小鸟喝啊，昆虫喝啊，吃即解脱，闻即解脱，喝即解脱。那摩诃罗婆耶，那那耶罗耶，达智达娑罗娑罗，波罗娑罗波罗娑罗三宝论。那摩诃罗婆耶，那那耶罗耶，达智达娑罗娑罗，波罗娑罗波罗娑罗三宝论。那摩诃罗婆耶，那那耶罗耶，达智达娑罗娑罗。波罗蜜多，波罗蜜多，萨婆诃。还有观世音菩萨甘露咒，观世音菩萨发愿，下雨念着观世音菩萨甘露咒，雨滴变甘露，洒在有情众生身上，所有众生恶业消除，所有众生甘露气充满，手脚都恢复啦，下在坟墓区啊，下在医院啊，啊，下在屠宰场啊，啊，众生。被淋到的鱼身上湿掉了，都变成甘露。那么海南丹南朵拉呀耶，那么我耶，波罗揭谛波罗那耶，菩提萨埵婆耶，摩诃萨埵婆耶，达智达安，多林多林迦多林娑诃，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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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林多林迦多林娑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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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诃。一起来回向啊！今天功德太大啦！啊，愿今天八关斋戒传戒的功德、万灯千水的功德、大放生的功德、晚上药供功德，所有功德供养三宝，所有功德回向。愿108场药供出资者、随喜者、见闻者、合掌者、赞叹者，啊，一切众生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如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当愿所有的往生者、战争死亡、瘟疫往生者、地水火风灾难往生者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大家满愿，大家开心，大家慈悲，大家快乐。下一次要共见，阿弥陀佛。